我是 KT， 是负责维修相机。他就是我的女儿。小小的时候已经没事停了，一时又学画画，一时又学揸飞机，真的没他负责。我爸爸呢一得闲就带我四周围走了，去公园、啊、沙滩、啊、野餐、啊。小个嗰阵时啊，都唔知点解佢成日带住一嚿二嚿嘢喺身，有时仲见到佢望住个地下好耐，唔知谂紧咩咁。有时想个女同我影噶，但又唔知点教佢。咁咪每次影完，叫佢过嚟睇下咯，睇得多就识噶啦。其实望翻转头，我细个都唔系好曳啫。而家大个女啦。听日又话要同啲鬼佬学影相喎。听晚我就飞法国啦，希望佢自己识得照顾自己啦，唔好再成日对住啲螺丝批啦。都咁大个女啦，我都教唔到佢啲咩，不过希望佢中意啦。